我是 Andy， 是一个 financial planner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做 financial planner，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一个由无到有的感觉，即是说其实由他没有去策划一件事出来。一个人生的规划，在我角度觉得 financial planner 是一个很大的部分，所以我会希望由这个部分开始跟他们策划他们的人生。我可以用贴心来形容我自己，即能够为每一个客人在他人生每个阶段做好他的理财策划，跟他们一起成长，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地方。最近的疫情呢，我知道对大家影响很大的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keep 住正能量，不好的时间我相信一定会过去。我 Andy 是你值得信赖的财务策划师。